妈的，一年了就2000块钱，你打发要饭的呢？哥，我现在真没钱，当初在你这里拿8000，你利滚利给我滚到了10万，我一个学生哪来这么多钱给你啊？你再给我几天时间行吗？没钱啊，我有办法，让你女朋友陪我们玩2天，放了你。你休想！放开我！等一下，我今天有钱，给他打电话。喂，你弟欠我钱，现在在我手里，南城工地。我弟欠你们多少？不多，10万。行，钱我明天给你，但人我今天必须带走。行啊，留下每人一条腿。好，我现在打电话叫人送钱。喂，公安局吗？有人敲诈我，来勒索。对，在南城工地，你赶紧过来吧。喂，我怎么看你不像叫人送钱过来啊？放开，嘴巴那么臭，离我远点。我嘴巴臭怎么了？跟你还过钱，有关系吗？这样吧，趁钱还没送过来，我送点东西给你。来，拿着。那还差不多。哎，大哥，车来了。